好，这里是 Ten Asia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听。那在这里呢，跟大家已经好久不见了。那韩国呢，已经到春天了，不知道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呢？那春天啊，皮肤都有点干干燥燥的。那今天听听呢，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水光面霜。当啷啷啷，就是这款面霜 Dr. COS 的。那它呢是主打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光滑、更细腻，而且可以让你的毛孔变得更小一点。而且啊，它就是会让你就是擦上去之后啊，化妆就会显得更加的就是饱满，更加的好看。那我们它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质地，然后是非常的滋润，然后擦上去呢，就是会让你就是立马就变成水状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的滋润。然后听今天也要在脸上擦擦看，就是一种非常滋润的感觉。听觉得啊，像这样的那个质地的面霜呢，非常适合在春天使用哦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要多多使用哦。好啦，那跟大家介绍完了这款非常好用的面霜之后呢，今天天音啊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韩国有趣的新闻，那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天音首先要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妈妈妈妈妈妈木。对啦，我们的3月7号呢，妈妈木正式回归了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们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新歌《星星闪耀的夜晚》。那在新歌主打歌一出来之后呢，就占据了韩国的各大榜单的榜首。那新歌的舞台也是说非常的厉害了。那 MV 之中呢，4位成员都是展现了各自的魅力。希望我们的粉丝们都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妈妈木哦。那说完了妈妈木之后呢，这一次啊，听要来说一个有点遗憾但是又让人家非常期待的消息，那就是我们的 Big Bang 呢，4位成员包括 TOP、G-Dragon 还有我们的大臣跟太阳呢，都已经相继入伍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在3月13号，他们也是给粉丝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。这一次的新歌《花路》呢，可以说是送给粉丝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。那也是表明啊，成员们希望在他们在军队的时候呢，粉丝们、都可以抱着期待的心情等着他们回来。那我相信啊，粉丝们一定都会等着哥哥们回来的哦。Big Bang 加油！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之后呢，天音啊也会因为个人的事情呢，有几个礼拜不能跟大家见面啦。不过之后呢，天音也会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更有趣的新闻哦。那这里是天打下 TV， 我是天音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